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碧曲鸭子。就在刚才，鸭子跑到了台东的新园 Seven Eleven 复仇。全新的一天，我们今天带了三张啊，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？他们不见啦，被领走啦。对啊，看起来应该是换了一轮去了。为什么说是复仇呢？因为昨天其实鸭子有跑来打，然后我们遇到了。要对战捕获。即将遭遇捕获。双五星啊！我问他，这个双五星居然没人打。没错，那当时呢，因为鸭子没有带卡，所以呢，把这个波尔凯尼恩打败是真的还蛮拼运气的。有扣跟没扣一样，好硬啊！快点用火恐龙跑快点，用跑的。最后一集啦，大家。瞄准红色的树枝。看来要把波尔凯尼恩打死，好像是有点太难。不带卡。连打有帮宝可梦加油，快身上内受。对战时间结束，难的，出去吧。失败了，我们失败了。把摇杆球向前推，关键时候投出大师球就好。M 是精灵球。这是撩不 key 啊。双双爆球，打了很多次都打不过，当然捕捉上也就难上加难。拼命转动摇杆球吧，怕我反击了。Go go go！ 太招，有等等，首先去世了，接下来连打有，再吃我们一发电磁炮吧。啊，倒数了，怎么可能？不行啊！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再次我一把五十点的电磁炮，我们蓄能中，啊，十点而已，超痛啊，一发毙命，连打啊，完蛋啦！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红，攻击提升。没带卡就是这样，打起来真的很吃力哦。连打有帮宝可梦，快追上对手！时间到，时间结束，把捕获时间。各位，我们又没有打死波尔凯尼恩了。向前推，左边五星波尔凯尼恩，右边一星青藤蛇。这只如果有抓到，有可能出交换机会了，有可能而已。有没有最好运呢？左边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哦，交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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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号就可以把宝可梦打不赢了，我感觉有点硬啊。然后就这样，鸭子一连打了九道。画面上呢，就是昨天的全收获，只能说。还是要带卡啦，所以说今天才会再来挑战一波，这绝对是场面子之争。除了要打败以外，可以的话也希望能够顺利捕捉。不知道昨天的双五星还在不在？用摇杆螺旋好。一样，我们先妈妈小鱼开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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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个小朋友把那个 Seven 酒精在那边疯狂消毒啊，这也没关系啊，小朋友们。太好了，是吃惊程度。我现在机台整台有点湿，大家看起来好像有点慌乱。哦，还有五星中野狼人，看来还在。哦，波尔凯尼恩还在啊，他们都还在，好球哦。来吧，派出你的。好险好险，还在还在，双五星卡盘依旧在。哎，一星没有出交换机会，可惜了。来，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来一波，谢谢。好球，感觉是五星棕眼狼人，或者是五星波尔凯尼恩吧。叫出宝可梦吧！来来来，中世纪，哇塞！好球，622，我们飙上去了。混响低，波尔凯尼恩 ，no， 纵眼狼人，大剑鬼开机啦！要继续对战吗？
辛苦了。我们班杰拉斯是先站不打，要完连四星都不打，有点奢侈。选择大家等，不用。还在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波尔凯尼恩，然后五星中野狼人。噔噔噔噔噔。拿个右键阿斯吧。哇，314哎！我后面那一波吹上去。是小号程度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了。流氓二的班杰拉斯。这只是波尔凯尼恩。Excellent。大剑腿。53配。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设置感奥雷卡夹。按下按钮决定。糟了，右边好像有点失灵。左耳加雷。无心不怕，那100%，直接出事啊！呗，我方的攻击 Z 招式进位，停在 Z 象征上，成功了。Perfect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下，摆出全力姿势，累积最力量，看吧，63 ，OK。这是叫什么？日光回旋下苍穹，连打两个按钮，招式念出来了啊，这有加成。大剑鬼差点往生了，连打按钮帮宝可梦加油。我方的攻击，要再按高一点。攻击轮盘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攻击目标。按高一点是10点啊。100%命中，超帅的这张，很好。大剑鬼离开，太好了，捕获机会。连打按钮，怎么会是波尔凯尼恩啊？难打哟。对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，瞄准黄色的符号，闪避率提升。哇，他点到50哎，我会不会被他秒杀？不会。撑住啊！快闪开！快闪开！快闪开！闪住！索尔加雷欧不错啊，很惨哦。连打按钮，帮抢先对手攻击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红图，攻击提升。对啊，又是按到10点哦。糟糕，我们的复仇该不会还失败吧？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异次元空间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攻击体，很好。哦，差远了。连打按钮，帮俺学会抢先攻击。也太极限了吧！刚刚好他攻击我们，这就让他们打吧。瞄准。好，我加时间，可以。那时候鸭子是随手拿了3张出来了。连打按钮，帮下线对手攻击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。按准一点。瞄准红色的数字。攻击提升。也可以。不怕。异次元猛攻。搞定了。捕获机会，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！来，大家，我们醒醒哈！复仇战的第一球，这个波尔凯尼恩三星大剑鬼，把力量寄给鸭子。哦哟，超级球！是超级球，难得。今天终于不是在精灵球大师了。难得哦，四星金属蛇。下面双五星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很好。哦，双双。机会就是现在。挑战成功了。捕获时间。有啦，有带五星卡，果然不一样，我们都有打败哦。左边5星波尔凯尼恩，右边4星君主蛇，麻烦把力量借给鸭子。
高级球来了，现在是高级球，令人兴奋紧张的时刻来临，究竟能不能带回家？一个，两下，三，哎，这是装饰性君主蛇，难的哟，还没关系，起码是四星的，让我们站回家，抽头奖。可惜了，没抓到五星波尔凯尼恩，但有抓到四星的君主蛇，也还不错啦。咱们继续烧钱，继续奋斗。你们要玩吗？哦，好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这场结束，好，我就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刚好有人来了。没想到鸭子时间到，所以必须要给后面的玩家了，真是尴尬。因为现在小七的预约时间比较特别，如果你预约的时间后面没有人跟着预约的话，你的时间如果到的话是可以继续打的。不过当时鸭子想说都没人预约，我就先预约个30分钟就好，没想到突然就有人预约在鸭子后面了，只好就此作罢。而画面上就是今天的第六道最后一把。好啦，我们今天两张 一张五星中原狼人跟一张五星的波尔坎尼，我们都有打到了吗？也都有顺利的击败，算复仇成功啊！虽然没有把我们带回家。哎呀，是精灵球，怎么会？最后一道还是精灵球大师，有机会吗？连数都还没数啊！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宝可梦辛苦了，好，辛苦了，那今天就玩到这边。结果揭晓，这次的对战得分好、啊、谢谢。不，结束了。对，好的，那这就是鸭子今天后来我们来复仇战了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刚好后面有人来排队了，所以鸭子就直接离开了哈，我们就不继续打。那这个画面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收获了啊。今天的话呢，就来抽这一张吧，四星的君主蛇。那剩下的部分，鸭子就自己留着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说你想要君主蛇，留言我想要君主蛇就可以参加抽奖了。好，那最后应该算是复仇成功了，因为我们都有把他们打赢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可惜就是没抓下来这样子而已，没关系，有机会再过来巡台玩玩看。好，那差不多就是这样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最后也恭喜画面上这一位观众，就是你抽中了上支影片的四星班吉拉斯，再麻烦尽速跟鸭子联络。